顺着大东，我以为你要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我这样，那你要早点讲啊，纳奇。那你的辅助在玩什么、欸？嗯、那那我讲到这边，露露奇因特斯。那你应该第一轮就要说你要露露了。如果是没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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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索拉是打露露的呀。我会这样活不下来啊！活得屌，活得屌。你有狂风必死不了，我只能说你有狂风必死不了。啊！能赢能赢，法清。厄萨斯打兰博。会玩。来直接点蓝，然后往上住。我可以关灯吧，台半看得到吧？应该可以。太光了。什么要关灯啊？开灯太不舒服了。第三组吗？这样确保你的镜头前面能照到你的光就好了。第三组吗？对啊对啊。会不会太 AP 啊？还好吧，两个 AP 而已啊，什么意思？喂，那第三组、嗯？喂？对啊。对啊，第三组、啊、怎么了？没有，再确定一下。给我就好。速降治疗吗？要不然我直接第一把。辅助会出，辅助会出。啊，我很慢嘞、欸，我要大水滴嘞、欸。然后、那要不要我直接第一把上？你直接 G 啊，你直接 G 啊。我可以直接丢那个。你直接 G 啊，你直接 G 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因为我要大水滴，我这把。好啊。哎，我带暴风凝去这把。虽然没那么好丢到，但打那两只前排就够了。一等可以陪我去下，要不要呢？你们没有线的话，会不会很难受？你要下什么眼？就下中间那个眼，可以吧？你这把要上开还是下开？你先回答我。我要下开。你要下开的话，那不用关下了。一开始先往上砸吧。我知道我第一个眼直接往下刷，你会很舒服啊，那行。你会赢很多吗？不会，没有打野就可以了。我们二打会赢的。所以我往上刷就好，我往上刷抓打野位置卡分。我这二打的会赢，你不用看我。他们也不容易被带服啊，除非都不挡，除非都不挡会到。进化加点燃，双 TP。想要第一件就出吗？前面好像他们好像也没那么吸。我觉得还好哎、欸，我要点燃。第二件吧。哦、我们是红方了。如果第二件的话，就看大家清楚。Pin 只要再帮我回报一下。啊 ，Pin 值正常，53，53。怎么会那么低啊？六 Pin。我都带出品了。OK 啊。了 OK 的。哦，还是不要被蹲好了。我差一眼就走吧，这样的话。带出品了。嗯，就站这边吧。相信我，老唢呐了。小心的布朗。在这。我慢哦，我慢，那也慢。不、啊，那个二杀是在那。我好像打手 Q， 我走出来都是慢的。我现在有点危险。他们一等也做不了什么事啊，顶多插个眼，勒布朗踩进来的可能之类的。踩进来这里放眼。对他这边这样踩，龙坑直接踩上去。往上的话要帮你打吗？你们能帮开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还是我帮你开永波，我帮你开六年啊。有没有？不要不要不要。金克斯本来就不好抢，你不要。我去抢线。可以。我确定勒布朗有没有点 W 进来。对。啊，他等下线上有丢 W， 那红区应该就被下眼了。是有机会而已，也不确定。他没耗魔哎、欸。走吧，太多了。啊，他点彩，哎，下路弹开，他点彩。哦，有机会哦。有哎、欸，我这个眼。OK， 我这个眼钻。啊，一开始很早就进啊，很早就进，直接回补就好。他学 Q， 我三秒 Q， 我三秒 Q。怎么换血？那我先把下路三单刷完，然后再往上看。Q， 对了，可以
看中路，我捞一下。他点榜可以看这边。哦，我学 W 了。他点榜和塔。对。我可以蹲蹲看。三等。没关系，你去吧。啊，我是被看到的。三秒 Q。不然这里眼消了。哦，我少吃一个经验。没悟空位置哦。啊？抓不太到。应该往下的，应该往下。他下路没跑。几率。不确定。我先看一波上河。我拍个花。可以可以，我很压。他下路开少了。上路应该是。他辅助又开少了，他往河道少去了。线没推。可以可以，我静一静啊。我能帮你，我能帮你。他上没东西，他上没东西。他往下刷是不是？那下路要小心。往下刷。下路要注意热布朗。哎，完了，我要交闪。没办法，哦，那这很危险。热布朗在这，热布朗在这。我有 TP 啊。A 一下 ，A 一下。哦，没有，不行，我要扣着这个。你上路会有机会带夫吗？这交了就没了。我觉得可以，嗯，有机会吗？我再跟他多换点。不行，我不交那个。还是我直接从后面出来把他顶出去，又直接逼上。别。Q W E， 我换血，我多。他如果往前砍，我就 A 一下嘛。我有机会哦，可以强化普攻，几秒技能你抢掉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觉得不行。等一下，我看他们推进去带不他。他们下路往河道赶去了，要不然半血。哦，他们下路往河道赶了，他在这里放眼，我想避也不会。太久了，哎，不要浪 A 啦。哇，对不起，我蓝不多了。悟空会，悟空有机会回来。我只能再玩两波线。好，我先去刷自己的红。我想你去，我这波推完回家。该被换血。你下一波回来，我还是有机会跟上。好。我红虽然可以先看中。我当然赢蛮多的。再要输一点。那把往下靠，那就放他。我赢露露。悟空在上。下路现在是慢推出去了，你要小心被抓。我终于有接 gank 哦。好，悟空在上，悟空在上。有接杀他。脸黑，怎么可能会卡车？他不知道会进草，我会进草的。我追，我追。好。丢多久？他闪是不是？丢四秒。两秒，你可以往前，你可以往前。好像没闪，好像。哎，他掉。nice。玩得好哎，火锅。悟空在山上。嗯。可以，我们现在再推一波，我想走了，可以吧？可以。不过这波都不用看我，这波都不用看我，上线位回来看下路。好，啊，没有，我下路也要回的，没关系。我要回而已，我也不一定。悟空，悟空，我躲掉，超爽，回补了。漏光光，我水滴加仙女护符，我都不知道回补了。悟空在这。哎呦，回了个闪，好蠢。悟空往那边走了。悟空往下翻。我不回好了。我们下路被推的，你们看。快推啊！哦，我要过来了，那我这波可以直接往上走。会不会开龙啊？会不会开龙？不确定，不确定。我这波要六级，有机会。我会去拍花。啊，我先看一下龙好了，注意一下。应该是，路应该去了，应该开龙。没有，再偷你东西。可以看吗？没有到，我没有到，但我兵线。啊。先别，先别，这有眼。唯一的，我在。他也排掉去啊。他烦你的纠结而已。别让他们开龙就好。不确定哎。会不会？小心，你没闪了吗？他不敢开的。悟空来下吗？没开，没开。悟空在下吧。先来。好。啊，这样子。他没闪的。不行，我吃到一点。我没技能。你走吧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卡。没等眼的。我一堆兵耶！天哪。对不起。二榜在这。我快往中靠。可以看我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二榜，二榜到。二榜，二榜。我能，我能到，我能到，我能到。没打。我在靠，我在靠，我也在靠，我也在靠，我也在靠。还没意思。那么可以杀？我去追吧。追一下吗？追一下吗 ？W 十秒 ，W 十秒。我不追啊，我不追，我去追上。啊，他往这走了，他很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不行，我来不了，我也来不了。哎，他走这，我回下了。他走，没事，有杀到就好。没杀，没杀。露露是能跑的，露露可能跟打野，不确定位置。你小心吧，你这样走路上。我暂时没打。你小心啊，你小心。OK， 我也没打。没有，我在开扫。哎，我还可以看中。我要回下了。没有果子，下路果子，路上小心，没事没事。下河道的果子被我吃掉了。哎呀，下河道的果子被我吃掉了。回补了，回补了。嗯，赚。我也回补。都不知道他有没有交闪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一分钟闪现，我有15秒。
他出 Q 耶，波顿好痛。第四者三十秒。这个蓝。再招一分钟。蓝你可以吃啊。我先拿。我到三十秒。我杀这一单。他们下路先跑，他们下路很多人，很大波线。嗯，小心金哥是大绝。悟空在上，悟空在上，悟空在上，还行。哎，他们上线，下路如果靠的话，你们能靠吗？我们没线。我想打那预示者。你先走吧，先走吧。他们在开了，我大绝，我大绝了。他们上线右边，在右边上线右边。你们大几秒？三十。我再过去了，我再过去了。我一下，他们人在靠我们。可以打中路的，我在看。在往中走。两秒加速，你们拉一下，你们拉一下，不能丢你加速。我帮自己办了、啊，哎、欸，我中路能先打、啊，我能先打、啊。这里可以看，可以啊，这边可以看露，可以看露脚闪了。他们预示者快吃完了。我们状态不太好，预示者没状态不好，不要，露没闪，露没闪。啊，好的，回吧。有逼到闪了，大家可以打下。可以。拿龙吗？慢一点，你们先接线吧。有线。我这波会溜。我这波会溜。要慢那我先回。嗯，可以。偶尔慢推吧，不要推太慢。没有，我不开技能，我等你慢慢补就好。我有六的。我拿核心。这有人放眼。露露没闪的、哦，我这波有去抓露露。我在走他们野区，那不然，好，他们红还在，哎、欸，我在路木后面，我可以把他顶出来，那一起可以接到吗？可以啊，这波可以接看，啊、来 ，nice， 绿皮收 ，nice， 悟空在红区，拉死，掉一下 ，nice， 可以直接吃龙，可以直接吃龙，我打一下，我们想点塔，没有，拉一层，拉一层就好了，拿一层，你们要过来打，要过来打，这个要死，这个必是我们的。把线推了，把线送进去，我们要把线送进去哦。你推吧，我就丢那个标。帮了一下，这个一定要推。这里有眼了、哦，可以看一下。我蓝不多，哦，我只在下、啊，要看一下勒布朗。他们人来，我把人锤走就好。我走药，我们走药，不用管。我走药的，我会把人锤走，他们硬要开的。他们不会来的，我们下路线会被推哦。好好好。耶，抓对眼会不会看到？有点吧，我们下路会他那个花，对的，他们下路会推线，你会帮忙守。我没关系，我直接走。好，我过看德瑞谁走一下。啊，如果你大没有用到的话，你这波可以把他们推走。好啊，他们看起来都比勒布朗快的，超慢的。预示者都一样，他们有预示者。好的，可以。这波我推完就往后走，火锅都不用看我，我不太会死。多看一下下路，蹲一下就好，等你们到我就要回。我很快啊！对，我要回，我回不如再从上面刷。对，你又输。我可以给个压力。我要第三件才能出中。你问的石头，我刷你会怎么样吗？不会。我一个白绿先去刷。我波比啊！他带一百六，他。什么？哦。他带一百六。我等等隔墙，我去这边隔墙插针眼好了，插下面。注意那预示者。没闪，我可能会被悟空闪抓。嗯，你们等火过一下，你们等火过一下。但没我位置啊！我不出去啊！我这位置出去太夸张了。那下路也比较容易被开。预示者恐怖。露在下。露在后面。你这波小心啊，露不朗。可能靠下。可能。他现在没有下位。我现在踩不过去他们那边，我要看预示者。我往下手。去。我可以看一下得到。我八秒大招。嗯。不行，我还是过不去。河蟹重生了。我还是过不去插眼，我想要看一下河蟹。他胜利了 ，AD 海妖了 ，AD 海妖了，打架不一定。还是我人在下半，他们看到我没打，我这里有眼，刚拆掉，河蟹拿掉了，还是没悟空位置，不太好。下半区不见，小心哦，勒布朗不见，他没带，我在推中。我跟你推，我看一下你推。我两分钟吧，两分钟闪现。他没有。但不一定打得死。这可惜。往上路看一下。我去拍一个花。要打起来了。悟空在中，悟空在中。OK。他想叫吧，他应该快，时间快到了。我没大了。他叫中路了。
我跟你一起看。对，他还要。他没有勒布朗，我们可以，我们两个守。他应该有 TP 吧？我在想。哦，他踢了，他踢了。我没中几，可能要给这一层。你知道？露露往中靠。你有办法点吗？露露往中靠。没有啊，给他两层应该也没差。我点不到，我没开他吗？不能。悟空在这哦，他们可能这波有机会露野。你要补吗？他们想露野，他们想露野。哦，我们这波没大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走掉就好，我走掉就好。弱弱弱，可以给，上面你，上面你，上面上面上面你，上面你，上面不会，你上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不，我没打，我没虚弱的，我没虚弱的。哎，你没血，你没血，你没血。我在看，你没血，你没血。你们等下有机会看，后面有机会看。好好好，我没大，我走过来。悟空，我顶一下悟空，拉着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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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，我会慢慢靠，我会慢慢靠。你们可以来。死你死你死你死，可以打可以打。你们可以来收，他们都没大，会到会到会到，都没大了都没大了，有枪，啊，悟空真的，哎，啊，真的大是，对啊，我讲我讲，完的，要两个闪，哇，悟空太废，这有帮打过去吗？我觉得，哇，哎，你没有打，对啊，我知道他，这不是你不要打，是没必要没大我也，有半血，好。哎，行吧，行不行？那行，没事，没关系。哎，你没闪，你没闪，我没闪。他想说拉顶一下他，然后拉掉。不行，我死了，我被爆炸果实害了。哦，你被谁打？不知道谁打的。因为我打的，因为我被电到啊。没事。他说我们刚刚的位置还行，打不了被打。我不知道你没闪，你什么时候交的？没事。哎，预示者快出来！预示者，跟小。哎呦，我们可以打。40秒大，嗯。他勒布朗很满，他勒布朗很满。可以不打完，那我们推塔可以吗？双人线不见，双人线没大，二杀四也没大。没事，我先开，他们人来我们就推掉就好。小心，他们双人线。双人组会到，火锅先不要开，火锅先不要开。好，双人组在中。我要先回，我剩两千块。我们可以点下塔的，我们可以点下塔的。那我们等龙吧。你们推，预示者可以给没关系。我去吃究极，等小龙。靠下，把这个妖姬抓了，他不能清线啊。他没闪的。没事，下塔我们拿的。来了，拿龙。上路我可以用大绝守一波。他们今天在中，不一定，你可以扣着大的。哎，中吧，拿龙吧，那直接开。他中路直接是者哦。不行，要守一，应该过来吗？应该过来，直接吃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我只要拉下来，我先把悟空追走，直接吃。啊，你这样又。中路撞没了，中看一下吧，打掉我吧，我打五，拉掉，我这样没刀，悟空有大，我们先看中吧。天一代你小心啊！我知道，要守一下这预示者。哎，预示者赶快被撞到！连警察你的奶，龙，你龙掉了，龙掉了。呀，大妖太不齐了呀，锅！等我回复。不用讲。你不要出去玩，你知道吗？你让我补。要我出降治疗吗？可能可以哦。你可以出啊，我要第三件。你要我出，我要第三件。我要补一件皇冠。剩下就几个，放在下。我跟二少是发育差不多。嗯。你比他肥。我比他肥，你跟差不多。我回补再往下靠，棒 ！TP 是不是有 T？ 还是我们去直接来上抓一波？我们要不要去上？你再踢回下？不要一直去上。三重线，你闪。我先看一下下路兵线这波没办法。啊好，那我慢一点。我可以上塔吗？啊算了，我闪现。不要你。你闪现跟谁同时间呢、啊？帮我推中线，我要插线眼。可以，你可以闪过来，我都在回啊。他们 AD 有闪的吗？这边要不要视野做起来？没，快时间。可以中塔吗？我在。可以。哎，勒布朗这波不见了，勒布朗这波不见了。我点他很快。可以，我点他很快。可以。一起点，我有加 buff 的。点掉。ID。拉掉吧，走吧。二大车来啊。走。可以拉，先看情况，走。啊？没事，要不开一下没关系。好。确保，
悟空在中，勒布朗在右边。你没打了，悟空闪开。我在 BB 后面，要小心一点。勒布朗在这。我绕过来，绕过来。他们要派一个人去下线，感觉就打，感觉就打，感觉就打。我们可以开起来。会有人去。这边这边出来哦。我在看悟空。我可以下到，我可以下到。可以吗？可以。AD。哎，这边两个悟空。OK， 我点蓝，我点蓝。是啊，是啊，还能吗？追，追。AD。你小心，我没办法，没三秒。应该没了。滴血而已。我回手上线，拿起，不要猜。好。我轰到了。一交进化，不知道闪现怎么交。没有。他闪下不太好，他闪下不太好。你要接一波吗？可以。有点糗。那我先闭了。我被动还差50层就好了。可以稍微拖一下。我被动50层，我满被动就可以了，我满被动可以玩。上塔，我看能不能直接 A 掉。有人能稍微看一下吗？我踢你看，有对面有踢哦，你小心。对面有双踢的，对，怎么样？我们等下出。好了，不要。慢一点。我回家，我前面在抢。人都看到，勒布朗往下。我也往下，我扫个眼。1分钟8龙，2分。我差一点钱，我再吃一波再回家。这场我感觉一颗头都不能给。对，没闪就不要乱出去好了。悟空刚在上面 ，AD 中路有闪。AD 跟中路有闪。啊？对，你要找我。我加速法团棒，我蛮肥的。好啊。一分龙。没事，我们团战拉着打就可以了。八龙要补视野。AD 没闪对不对？有 AD 有 AD 有 AD 有。蛮好玩蛮好玩。你小心悟空。中间要小心他们全部的人哦。勒布朗不见哦。悟空在上。我想八龙刷个眼。我回家补个眼。先刷个。大奇小心。没事。我在扫。勒布朗在上。你小心悟空在上半区，你要我来吗？西门要不要找圈换一下？还是先打龙？好。你去下路打龙。反正没关系。他们两个也遇不了我。我补一下好了。我感觉是中路这样。我上直接推。OK， 我这波推完直接。我推过了。这波要来，我来了。看到我回了。我一起来吧，我带你走。我能打。西门小心哦，会被抓这种。B 没进化，我大家就直接把前排锤掉。AD 有闪，没进化。没事。要捡到招吗？有救免他。这里有眼了，假的。没分身了。让我来你。慢慢往前，我被奶你了。AD 有闪，中路有闪。不要被破太多。好，我放红眼，往前看，你小心。中路线会被抢哦，要直接开吧，直接开，把他们逼过来。中路会直接被抢，中路直接被抢了。10000，我找我看 AD， 他们靠过来，我把人锤走。好，我把其中一个锤走，然后我们打，可以开哦，可以。我在看 AD，Alice。我被抢，没事，打赢黑八龙的。能看路吗？两个三，路，帮我看路。路加满，走，帮我。西门可以传过来，这里有一个 TP 啊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我 TP 帮我打。传兵吧 ，OK。也可以。帮忙打，直接打八龙。都没闪，群都没闪，没招了，我们能。我要拿果汁，让我拿个果汁。要去帮你找悟空吗？不用，直接吃掉就好。吃掉。BB 要去钻上路吗 ？BB 去钻上路吗？我们去上吧，把塔钻了。我看一下你塔闪。大头，没事。看一下。不用，我走了。我要等他们。阿波稍微看我们一下就好。我知道，我要等你们推完。二大四没闪。塔尖可以单给我吗？你要干嘛？我差钱，就差这100。还缺吗 ？AD 好像什么都没交就死了，他下波什么都有，被你定死了。他下波有进化了。
你的进化有闪。嗯，下波全有。怎么了？他们是悟空没闪，好像悟空下波是悟空没闪。要去有表。露露也没有，露露也没有，露露没闪，露露没闪。我不一定看 AD， 我看情况。推中上吗？推中上吗？做中下吧。那我就下不去吗？我下不去好了。一起啊，一起啊，去中下就好了。蓝宝走下，我们其他人中推完，把下班做起来。那你们要等我一下啊，不要被开啊。我很肥啊，我不在。热布朗在上，我可以一直往前踩。看我，你往前，你往前，要你往前。你往前，有红眼。眼给我就好，眼给我就好。你往前，你往前，你往前走。我这样其实有点危险。我技能没事，开花吧。我死不了，你死不了，你有表。没事，悟空在上。OK， 那我直接带，我直接往前走，直接往前走。你们小心被开，你们小心被开。我下路带到底。中路线还没到，中路线还没到。我没事，没事。来，我们要回中，我们要踩中。新闻要看一下，我亲一只眼睛了。这里有眼，中路在推咯，下路可以推。新闻小心。好，我们中路要进哦。四只中，我们中路要进哦。下半区没视野的。OK， 我找这边。悟空位置不确定，悟空位置不确定。看他位置，他在太中路。下半感觉要再踩一下。中路还有眼可以放吗？我没了，没了，我没了。我可以放眼，我可以放眼。你被抓，你被抓，你被抓，你被抓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我拆红眼。好难。我放不下路。这里还会跟眼，能卡这个吗？中路啊，西门给西门推，给西门推中吧，我们往下。好，往下吧，往下吧。看一下，这里不要给他们踩吧。往下吗？这不应该是中路吧？不知道。这踩不了，不行，这踩不了，踩不了。没视野，看我吧。我下快进了，下快进了。我能踩，看我，我能踩。热榜在下，热榜在下。给的巴龙兵吧。等下，明一旦来中吧，这波你把这波拼起来。回来了，这波中要进的。嗯 ，OK， 我这波清完就来。巴龙25秒，最后一波线了，这是应该是。嗯，我们就只能推这波了，后面的要退了。我小心被攻闪。我直接往前，往前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加速开掉了。我可以下大推塔，我可以下大推塔。推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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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定要闪。够了。往后拉。我闪现比他快的。我大就50秒。往后拉我，退了，感觉可以退了。这个位置有点，感觉要退。别，我没到。要退。放线吧，给他们线吧，你们要回哦。对，我要回。中不到水波。我被吸血了。AD 加幺三 ，AD 加幺三。我可以走了。他往上搬。别死哦。没有。我回补，往下做，看小龙。可以可以，一分钟了。上线不用去吧，西门。嗯，不用。我其实有机会直接踩他先去，你有传送吗？没有，他按掉的。我要再把光都按掉，但感觉不用。我们红区视野很好，他们红区视野很好，可以看。也是没闪的。八万补针眼，谢谢。我有，我两只。我去补。我去补，你看小龙，找一个去下，找一个去下。我感觉那边不用去。我扫一下眼，我补个眼。我跟你抓人吧，你能陪我吗？你先跟我。你让我带线就好，我们不要抓人，打团强很多，抓人没意思，我没闪 ，AD 没闪 ，AD 没闪 ，AD 没闪有进化。我等下大绝看，西门你可以看别的 ，AD 我可以给我看就好了，他没闪。我就只要看 AD 啊，小心猴子，猴子没分身，哎，其实位置不错哦，猴子没分身，放个眼，还有一波中线。基本接好，我们开龙可以吧？咪蛋可以过来吃。哎，看一下，走路。没事。哎呦，大龙，这个位置可以开哦，我没这个位置可以开人哦。位置不错，看一下咪蛋，看一下。哎，死了，中路死了。小心，不要碰 AD。我看 AD。AD 死了。能中路一波吗？还是龙？哎，没兵线，没兵线，要死了。去下吧，下路。波比单吃可以吗？我有踢。我可以龙可以，波比比你的红 buff， 你们可以推下，我吃有点久就是，这悟空不进来是不？我没闪了，没事，把塔推了，我们就准备下波，50秒龙，还是不要推了，感觉做事也比较好。可以推吧，你可以先回，那行先回，我们两推。那个波比差多少？5000-6000，能吃我能吃，相信他。哎，西门陪我，西门陪我，我要你。我有两个针眼，
AD 是没进化哦，这波。这波也没闪，他也没闪，没闪，没闪。二九四零，二九四零，二九四零，二九四零。这三百块，零没大。看他点交易，他没人保了，他没人保，他没人保，他没人保。有救，有救，有救，有救！没闪，没闪，没闪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等西门，等西门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OK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西门，我先走，我先走看看。有机会。不要太深哦，不要太深哦。有大吗，西门？我们少两个人。OK， 慢点，不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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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人来了，我大很快，我大很快，我大局很快，我大局很快，西门呢？够大，够大。OK， 我在想，我去出镜，我去出镜，我去出镜。OK，OK，OK。他们不会想打，他们不会想打。我知道，那不要，不要打，不要。他们，他们看不会想打，他们不会想打。那个二煞四也没有那个。那不，二煞没闪，二煞没闪。不要过去吧，不要过去吧。我下面有放。西门，你小心。啊，可以穿。中路先带。那等我一下，我回去出个大棒。好，可以，慢来。我这最后一波，我最后闪 ，AD 闪现一分钟，也不是一分钟了，我们可以开巴龙打团吗 ？AD 没闪，其实后面点我可以 TP， 把视野进化吗 ？AD 这也没进化，有下塔可以吗？我们把蓝区拿回来。那全没全没 ，AD 全没，直接开他就好，闪现点。他后面点的眼我可以 TP， 找个机会给你吧。把视野抢回来，把视野抢回来。啊，把视野。要不要传过？要不要传过来？我扫眼再往前走吗？我可以去找他，我往前再往前。往里面踩就往里面。中路线可以推吗？中路线帮我看。带一波。中路线要看一波，我陪 B。我有大了。我走这节在送头。我在看你，他们人来我直接随走。这里有一个眼，西门。可以直接开啊。我好枪，你就守一下就。你下法不强。他们没眼，我们可以直接站进来，不要点。站进来不要点。好。等他们过来吧，我们直接开会耗血。西门要看哦。看明一弹了。哎，中路剩一半，中路剩一半。对，我在跟二煞师打。可以开，要拍吗？要拍吗？中路剩一半，中路剩一半。二煞师剩也剩一半哦。西门看一下传送位置哦。我在打，我在打。可以开人哦，要开人哦，要开人哦。二煞师残了，我没有在跟二煞师打残，二煞师被我打残。要打人，要打人，要打人。好，我找机会。如果没大吗？没大，没大，不要乱来。你们要小心点。哎，他们很远，他们很远，他们很远。知道底，知道底，知道底。我 TP 了，我 TP 了。随走，随走，悟空随走。Nice， nice。哎，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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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往前，往前。来，来，来。啊！交闪！开开开开开开下开开下！哎，我这样看到。OK OK， 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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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圆圆，大姐大姐四十秒，大姐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大招很快，我们大招很快。我去补帽，去补帽，要补一下吧，要补一下吧。补个眼。啊！我不该跟他打的。没事，反正你也可以秒住我。他被单杀他了。没关系，够了。是啊，是一样。那蓝可以给我吗？可以啊。哇，真的顶不住啊！你小心，刚刚的蓝区。那你小心点。那我等你们。小心，这波慢，这波慢，这波慢。我放龙在等你，我放这边。两只，没事，没事，两只。OK， 走走走走走，那球换吃。不用，波比好了。中下推，中下推。哎，值得呀，还是要中上。中下吧。中下，两路好了。嗯。往前骑，往前。看一下线吧。哎，他们想开啊！哎，等我，等我，不在，我不在啊。我还在走，还在走。我没有大，不用交闪，我打九四秒，反应幺七。会看我吗？会出哎。来看 AD， 这波要拉一下，看一下 BB， 看一下 BB。这波没闪，这波没闪。AD 很残 ，AD 很残 ，AD 很残。AD 很残 ，AD 很残，他们打不了。你们可以推中，我推一下。这波，这波没闪了。啊，我好像应该回头打悟空的。感觉你们太快了，要等我一下，我再下。嗯，打进去的时候就。没有你，没有你，我就是个渣渣。差好多，差好多。AD有交闪吗？没秒掉悟空啊 ！AD 上一波交的，小龙一分钟，他什么都没交。我们小龙视野很好啊，看小龙吧。小龙吧，小龙就好。大家奇怪，看我一下。来了，有眼。我推，我先推塔吗？还久。巴龙一分钟，还是要等你们好。有眼，有眼，有眼，这边。我在排。小心被开啊！我是没 TP 的，要干这红要不要？不会，要不要吧？不要吧？四秒龙，我要回，要快回。我不要。AD 还是没闪 ，AD 还是没闪。他要直接来站位置，位置要直接来站。我找绝了。我找个三郎洗个枪吧。好。我里面的眼都没了，我补一下好了。不行，不来，不来。别回吧，别回吧。慢了，慢了。剩十秒了，想要。我直接站正面就好，我直接站面正面好，我直接站正面。他们想抢中线，中线能开吗？中路有机会 ，AD 没闪，热棒也没闪，热棒也没闪。哎，有机会。
别！买小点，危险哦！哎，有点机会哦！慢慢来，有吧？没看吗？刺龙！看一下 BBO， 看一下 BBO。我要下来，我要下来。哎，为什么不用？这位置。看一下，大师。OK， 刺龙。还是中路，中线看一下。你回家。哎，我你们守中，基本你回家守中，我直接退下，可以吗？没事。我可以直接去推下，有机会断道之类的吗？要我们来下吗？我断不到。要我们来下吗？可以直接来下吗？我来按一下。好，还是你要等我。用旅客回去喽，等旅客回去喽。还行。我没 TP， 40秒。再看，可以，你可以稍微慢一下，我们在这个位置蹲。被看到了，每次要带着你一起走了。点掉了。贱人要跑，蛋，我来帮你，要跑，我们打四哦。不能推吗？可以吧？十秒可以。有船上，我没踢，二十秒。悟空，我退出啊！哎，有机会哦。很远的，绕错边了。我大姐有，打一下。绕错边，我了。我挡他。二十秒踢，二杀是有 TP 而已。我觉得这波没后面。一十秒。往前推吗？继续推下，可以来推下吗？没打。我再来。不要。他跑快一点。中路，等一下兵吧。他们这波有点机会。都没在赚钱。没悟空，还有勒布朗。我有大众创。哎，又说出。什么东西？出啥？重创啊！靠呀！你不是说你要出？你不是说你们会出？没有，我刚刚说。没差了，没什么吸血，没什么吸血，没关系。我没睁眼哦，你们要补。我没割。谢谢。一分半。一分半八龙。等我一下吧，你们中间站一下。一分钟闪。AD 很肥啊，三剑，我缺点钱，再快。如果不然，要不然要干嘛？这波我突然要回了。啊，你回啊回回，没有要干嘛？一分钟，等下要接，帮我帮我往前。哎，我要回，我知道了，往前做一点而已，做了，做一点而已，我知道这个效果而已。站着吧，站着等中线吧。没线，我没线眼的，大不了。那你回啊。一分钟龙啊，要看八龙。你们少我一个，一样把他们逼过来打架。你们会少我一个。露露要出蘑菇。他们五个一起走的话，我不好。起码你不一定要干 AD， 我发现他们没有半个前排。有的，还可以，也可以帮着 BB 打，让 BB 机会好，让 BB 机会好。看位置。你下巴什么枪？啊！你说什么？是秒掉露露？露露也可以秒的。露露等他们中带一波，我们一起走进去。秒露露也是可以的。他没露露 ，AD 玩不了。慢一点，你等看着 BB 推完那一波，我们再一起走进去。他根本死不了。来吧，进来。悟空在里面啊、哦！可以走，没事，他们三个中路。赶紧排的。往前走。好险啊！有蓝，帮我拿这个蓝可以吗？出来。拉过来。啊，把他重击骗出来可以。哦，这里有可能会被开。出来，收掉。我还有重，没事。继续中线，继续中线。中再一波。我就带一下上、啊。好机会。你带上的话不能打架，不要。那你们等我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下。好。好，上。我上不要去。他慢慢出去。我在。我也在的。没错。来吧。好。还有少眼吗？八龙这边在小。我有。变身一边呢？我没了。我要开，要开八龙，把他们逼过来打架吧。OK， 好，我们在中路慢慢清。看，我们吃很快。这里给我眼吧，我可以把他悟空之旅过来，我可以直接追走。好。吃完了，他们给。直接拉掉。先弹，来中路直接推，上路也可以带，可以中上带。要不要回去补个视野？我想补一下，中上可以直接带。我想补一下，直接打。OK， 那我直接带。上路线蛮大的，我们可以直接带。你们要前面开啊，我们要传送哦。中路想开，我没事。哎、欸，这只，我不在啊！悟空水走了。好，悟空水走了。A 加塞 ，nice。往前打。A 加塞。好猛！哎，五，给个五。他在后面，一波 ，nice。有一只冰就好了。哎呦 ，BB 好猛，不需要我哎。上路吧。没有，我扛，中路可以。好，我扛。悟空乱讲，到底谁？什么？我说我没干啥。哇，你这打不到我嘞！说实在的，很正常啊。他没有露露加跑速，你要怎么拉？不行啊，那波我不打我要死啊！
我打了，杀他，分身分身，哎，把他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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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是吧？还跑啊，还抓下、啊，不要跳，不要跳，不要跳，不会跳，不会跳，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六那个这六场，不是那大姐，你有时候会蹦出几个很神奇的话哎、欸，到底是杀小？